小绿通了通下水道，然后接了一锅水。今天我要为我自己做一顿国产大餐。哪个家伙是小绿？你先倒出来，倒出来，我看。啊！哇！哇！啥呀，大娘？吃点啊。跟我的粉丝说点事儿啊，《极恶之地》这个系列呢断更了，不是我没有拍摄，而是我发不出去。这个世界上不仅有阳光普照的地方，还有阴暗潮湿的地方。作为一个纪录片的拍摄者，我只负责把这个人和事最真实的一面记录出来，别的不归我管。但是呢，没有办法，确实是不让发。包括我后来去了他们学校，看到了很多事情，就完全不允许发了，所以说呢，只能烂尾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我来到了大娘家，拍摄一些生活小日常。有的粉丝说，李毅，你的作品质量越来越差了，越来越水了。其实我想说，如果平台不限制，我让大家知道探险家三个字不是白叫的。但是八个字告诉你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不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。我没有遵循这个社区规则，所以说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就在这儿拍摄一些小生活日常了。因为现在可能说对于这个内容审核的比较严，什么时候恢复了正常的审核，然后我再去给大家拍摄吧，好吧。密努棍祖棍密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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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棍好，拜拜。